下去吃早餐，一楼，早餐在一楼。东西先不要拿，吃饱再来拿。退好再来拿。啊，卡不起来哈。哎，唔免，你等我，我来拿。你就提一点，袂紧啊，伊就提一点卡好咱尔。这不是叫咱个平常卡。啊？七楼啊，咱这是。啊，七就是七楼。我是讲咱这是一栋七楼尔，顶无啊，顶管。顶管无啊，对哦，这七楼，对哦，顶管无啊。灰龙雕，哇！啊，迄几日都几排嘞，看相片内底，看遐几日几排拢几排人，唔到二十个。我相片拢有人哦。即系安尼哦，相片拢即系去去几排拢是人哦。好，走。上面一点。啊？我等姐差不多20分钟可以到。那有空位都可以坐。好。我从7点去领一下。早上7点到10点啊？对，好像现在会有公司利用，然后那边不是也有吗？啊？啊？等一下，开始试问。可以住吗？你要坐外面吗？那边可以住吗？坐吗？可以哈、啊，坐到室外比较好。好。松树呢？哎呦，哦，这个是沙哎，沙滩呢？铺沙的，铺沙呢？哎，这洞啊，这个洞啊，就挺宽的。米勒旅店。这个还在管，这个必须找花楼的。哦，大水塔，两个大水塔。我那大水的耍，我那在。今年在，它是属于十月，这千以上要赔。你提哦。你说。你嘛是，你说。做你说。啊，等下有金蕉果葡萄再吃一罐，有金蕉果葡萄。哪天呢？你手工的地方，哎，是那台湾的啊？来，不崩了。不崩了。我这个地较大，地较大呢，等一下再开起，地较大的啦。对，搁较大，搁大，等一下再开起啦。我讲这地较大，更危险。对，地一块，地一块。那这个来对，这个来对。
餐看到要也对白色的碗共摕，这囡仔要吃。什么囡仔要吃？囡仔要用的碗。哦。啊，客口会倒落，口袂倒会光滑啦，嘿啊，无去隔壁地啊，嘿啊，你袂倒落啦，你要食哪个好？这个无啥物件啊，内底也无物件。啊。内底也无物件。含下内底无物件。只一煮啊，尔。三。对啊，啊，就一煮了高丽菜啊。啊，搁啥？搁两。搁两啊，无啥物件。你慢慢放啊，你放很紧啊。有啊，这安尼袂歹，安尼歹，你啊，佫规划你唔过？你无看到规划？我看啊，看过。你规划，但迄个咱就无安尼怎样啦，对无？你是肯定唔做个。对啊，对，啊，他们都爱开点广告的，安尼好，你在当做秀，你啊这啥啦？我头计是两奶，叫那个客官阿姐杀啦，你婆婆一点啊绝对啊。哎、欸，干么当鸡奶哦？嗯，那哦，青叶啊，那哦。这红椒叶。青叶。嗯，那好干呢。这个够够嫩啊。那沙拉够熬嫩嘞。沙拉本来就是嫩啊。哦，规角个呢。嫩啊，嫩马铃薯。沙拉就是拢跩啊。嫩嫩切切个都焦焦个。嗯。搁迄落，你抹面啊，抹迄落面包个沙拉。那是啥物菜？豆苗。豌豆苗吗？嗯，好，我有当下买着个，瓜啊，免食，唔买，我来买。沙拉生个呢？生沙拉是。顶管迄酱酸诶，毋是下底迄软酸诶。这啊。顶管迄，是这酱酸诶。我看下。拢有诶。鸡蛋沙拉你人做诶也咸错。迄个白煮蛋哦。嘿啊，白煮蛋落去拌那个沙拉。
这玉米片。嗯。玉米片，囡仔咧食诶谷片诶玉米片。干的玉米哦。嗯。啊，这。啊，有一道金红黄黄黄一道。小朋友咧食。嗯。小朋友咧食。吃看看，看小朋友都吃这一种。小朋友的料理哦。啊。小朋友的料理哦。嗯。小朋友看这思绪也想要吃。看电呐。对啊。小朋友的吃也是淡牛奶啊，泡牛奶都有啊。嗯。电视有广告嘿啊。嗯。什么谷片嘿啊？淡牛产。啊，这是像我搁那播音。抖音的啊。豌豆苗。豆苗啊，我还有我。造型，两个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。啊，这里。轮廓。那白呢？啊，是不是啊？我拄个白头。我无搞你。嗯。对，俺无搞。嗯。那我们在这里面挂吗？单感性两个，嗯，单含你台感性两个，我是两个，几台啊？我袂记，我问伊讲，咱等下迄条地下库、迄车库是，伊讲你房卡拿来还，我顺便帮你看的。哦，你稍微下去。先还好，再开车出去。嗯。啊，再袂惊你袂记得就对啦。我另外行，啊，你先留晒吼。嘿。啊，伊会人甲你，诶。哎，这七楼对。会人甲你开门就对了。嗯七零八。大太阳哦，拄好迄个日出呢。较早行过迄个日出，较慢一点点啊，已经浮出。头我看到。